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啊，真的是特别苦。职场情商学教我们，老板不行不要拆穿；冲动消费学教我们，别图下单一时爽；付费知识教我们，形势不好谁创业谁韭菜；星座星盘教我们，拿下射手座必须比他准。等等等等，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青春？退一步，胸闷气短，去拿下才能海阔天空。所以，别整天只会列愿望清单。星座不合又怎样？拿下，价值1亿的 BP， 拿下，没有预算的旅行，拿下，注定和我一起北漂的小猫，拿下，还有帅气的溜背，拿下，带我起飞的动力，拿下，街头潮燃的低音炮，拿下，白驹过隙，白云苍狗，我总会拿下属于我的青春。全新 MG5 一台超跑，拿下青春。